源键及拍摄键操作说明。短按电源键，开机。点按快门键，开始录像或拍照。短按电源键，熄屏或亮屏。长按两秒，关机。屏幕菜单操作说明。向下滑动，进入设置。向上滑动，切换拍摄模式。向左滑动，调整拍摄参数。向右滑动，进入相册。点击右侧图标，切换前后镜头。点击左侧图标，切换广角或全景。拍照模式下，点击右下角设置定时，点击左下角切换拍摄模式。录像模式下，点击右下角设置分辨率和帧数。